乡亲们，我是直隶巡抚于成龙，我刚刚和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屈九万屈大人，从几个县回来。你们的饥荒我们都了解了，我们正在想办法给你们解决粮食问题。于大人。 你们去哪个地方了？我们那个县你们去了没有？你是哪个县的？正定府原氏县。对不起啊，你们原氏县还没顾得上去。大人，俺们县呀，饿死那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于大人，我是天津府霸县的，我们那儿有死了好多人呢。于大人。我们都了解了，回去等到户部富裕之后，赈灾的粮食很快就会拨下来。于大人，请放心。老乡们，我这就回去向皇上禀报，你们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再等下去，我们就饿死了。 开仓放粮的后果。于大人，撕开皇家粮仓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既然敢开仓放粮，我就没打算要这颗脑袋。乡亲们，和我一起去长平粮仓。好。 将给本巡抚，我于成龙今天开仓放粮，与你无任何干系。是，于大人。
武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那于成龙居然私自下令，打开了保定的皇家粮仓。什么？于成龙把保定皇家粮仓的粮私自发放了？是。这还了得！走，你们俩跟我一块去见明相国。 干嘛这么急着把我找来？直隶的荣善刚刚给我来了一封密信。荣善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儿？好事儿。到底怎么了，福伦大人？直隶遭了那么大的灾，可你那个在大明当知县的女婿，还在那儿公开大吃大喝。怎么，赵吕谦被人举报了？被人举报倒好了，是你那个宝贝女婿。 亲自让于成龙给撞上了。于成龙已经派荣善到大明去调查了，好事吧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自己想办法。福伦大人，你就别挖苦我了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等赵立谦被于成龙抓了，就什么都晚了。于成龙这次派荣善去大明。 只是进行秘密调查，还不打算这时候就抓人。但这正是于成龙的高明之处，他要先拿到赵吕谦的贪腐证据，一旦证据拿到手，他就会拿赵吕谦开刀，而这一刀下去，他一定是要见血的。福伦大人，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。 就是让他于成龙开不了这第一道。直隶七到六州十一府的知州、知府、道台，甚至知县，大部分都是明相国的人，包括直隶巡抚衙门巡道荣善，也是明相国的人。所以，赵吕谦的事究竟该怎么办？你恐怕得听明相国帮你拿主意。 明相国，肯为一个小小的知县赵吕谦出头吗？哼，一块臭肉能坏了一锅汤。万一你那个宝贝女婿被于成龙抓到什么把柄，弄不好会牵出一大批人来。走，你现在就跟我去见明相国。好。 于大人，董大人。 赈灾粮食发放情况怎么样？已经发下去有一多半了。太好了。于大人，我，董大人，还有什么事？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呀。董大人，尽管直言。也不知道您清不清楚。 大明知县赵吕谦是户部右侍郎曲九万的女婿。什么？赵吕谦是曲九万的女婿？直隶这个地方盘根错节呀，人人都有来头。赵吕谦一个小小的知县，敢在这个时候大吃大喝，就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。 于大人，索性我就再多上一嘴，换了别人啊，我还就不说了。赵吕谦是曲九万的女婿，
屈九万是佛伦的人，佛伦是明珠明相国的人，这是一条线。可是，在直隶，不光只有这一条线呐、啊，还有一张网。这张网严严实实的把整个直隶都装进去了。直隶各级衙门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，也没有一个不被这张网装进去啊。直隶衙门里的道台、知州、知府，那都是明相国安排的人呢、啊。这就是直隶一张无形的网啊，这张网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直隶，甚至巡抚衙门里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在其严密的监控之下。可以这样说，直隶的巡抚衙门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谢谢董大人给我讲这些。于大人，你查赵吕谦，就等于是在查明珠明相国的这条线跟这张网。你轻轻的触碰一处，整个这条线跟这张网就都有感觉，都会行动起来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房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这么一个小小的芝麻官赵吕谦呢？伯伦啊，卑职在。你马上通知大明知府范永茂，把那个赵吕谦抓了，交给于成龙。明相国，明相国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！那于成龙还没要来抓人，我们为何要抓自己人呢？糊涂！等于成龙说抓人的时候，什么都晚了。快去！我们只看到赵吕谦大吃二喝的，但是并没有发现他其他贪污受贿的事情。是没发现啊，可像赵吕谦这样的人，他能是个好官，能是个清官吗？他吃的都是民脂民膏。晋阳这话说的没错，但我还是觉得赵吕谦的事情应该暂时先放一放，不便急着现在就往下查办。好，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。老家有一句俗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放一放也许能钓到更大的鱼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今天你于大人居然学会臣服了。晋阳啊，你是表扬我还是挖苦？他既不是表扬，也不是挖苦，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用意。你真会门缝里看人呐，你。于大人，大人，晋阳。啊，于大人，快喝，请坐。于大人，我和翠婷原本打算明天回来，可事情太紧急了，没敢耽搁。啊，我们骑驿站的快马回来的。何事如此紧急呀？就在今天凌晨，大明县知县赵吕谦被知府范永茂派去的捕快给抓起来了。我们俩四处打探，也没打探出确切消息，就回来先向您禀告一声。赵吕谦被大明知府范永茂抓走了？是，不会有误，消息是从县衙传出来的。大明知府为什么突然去抓赵吕谦呢？难道他犯了别的事情？啊，这个还不太清楚。荣大人，明天一早，你和翠婷带着巡抚衙门的捕快，把赵吕谦押到保定来。是是。荣大人，请。这是不是也太凑巧了？你刚下令去调查，赵吕谦就刚好这个时候被抓了。
这实在也是太蹊跷了吧！所以啊，我让他们明天一早把赵吕谦押到保定来。押到保定来，哎，又能怎么样啊？要我说呀，赵吕谦这件事儿，你呀，怕是要做辣了。到时候你查也不是，你不查也不是，弄到大明来那更是下策。 你不明不白的把个烫手的山芋捧到自己手里干什么呢？赵吕谦犯什么罪了？你有他的罪证吗？你说把赵吕谦弄到保定来是下策，那你说怎么做才是上策？哼！你逗我啊？不，请教，真心的请教。真心请教啊？哎。 如果你真心请教，我就告诉你，什么是上策。当初直接上大明抓人，那就是上策。高招！哎，于大人，怎么没一点反应啊？上策。 于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？刚刚接到宣化府传来的快报，说直隶运往宣化府的十几车赈灾粮全部让土匪给抢跑了。什么？赈灾的粮食被土匪抢了？董大人，下官在。你留守府衙。是。荣大人，在。雷翠亭明天就不跟着你去大明去羁押赵吕谦了，你自己另外带人去。是。 在，你带着巡抚的所有捕快，现在就跟着我去宣化缉拿劫粮的土匪。是。报！大明知府范永茂押着赵吕谦来了。荣大人，既然大明知府已经把赵吕谦押来了，明天就不用去大明。 你现在即刻和雷翠亭赶往宣化府，去缉拿劫粮的土匪。下官明白。跪下，跪下。下官拜见于大人。升堂。 升堂，于大人，卑职有罪，卑职有罪啊！你就是大明知县赵吕谦？是，是。我看你很面熟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们在。 你认识我吗？认识，认识，是府台大人。在哪儿认识？你再仔细看看。是我在大明县衙的食堂里。 大吃大喝的时候认识的，赵立先，你在大明食堂里喝的是谁的酒，吃的是谁的肉，花的是谁的钱？我吃的、喝的、花的，都是老百姓的。直隶灾情已经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。 你作为朝廷命官，一县之长，一方父母，居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居然还在那儿大吃大喝、花天酒地，你也能吃得下、喝得下？于大人，卑职有罪，卑职有罪啊！于大人，你有罪，你有什么罪？
我犯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里的规定。康熙圣谕十六条，你犯了哪一条？我犯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里的第五条，上节俭，以习财用的规定。我有罪啊，于大人，我不该在此大荒之年带头大吃大喝，我更不应该只顾自己花天酒地，不顾百姓的死活。康熙圣谕十六条是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，不是给官员定的。大人，皇上给百姓定的规矩，当官的就更应该带头执行。可我现在连个百姓都不如。于大人，你惩罚我吧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啊，你怎么惩罚我，我都认了。赵立先，我来问你。你除了大吃二喝，不惜名财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如实讲来。于大人，我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。吕谦除了好吃好喝之外，真的没有干过任何坑害老百姓的事儿啊！于大人，赵立谦，你必须得老老实实的向府台大人交代你所有的问题，不许耍滑，不许抵赖，不许隐瞒，全部如实招来。知府大人。我怎敢在府台大人面前耍滑抵赖呢？啊！我真的没有干过任何伤害老百姓的事儿啊！我更没有干过任何别的违法乱纪的事啊！知府大人，府台大人，我可以向老天爷保证，我赵吕谦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百姓、对不起各位大人、对不起朝廷、对不起皇上的事儿啊！真的没干过，府台大人，明察。范大人，在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回府台大人，没有了，一切听府台大人裁决。来人，在。将赵吕谦给我松绑放行。赵。谢府台大人，谢府台大人，谢府台大人，走吧。